经理早。你比我早。曾经理早。你比我早。总经理早。你比我早。请坐。总经理早。你们比我早。总经理早。你比我早。喂，我是啊。没有，也没有，更没有。你以为大陆的药材那么容易搞到？别忘了，这是台湾。好，再见。总经理，您早。您比，我是比你早。喂，我是啊。妈。什么要紧事儿？我刚上班啊。好好，马上回来。让你去见个人。谁呀？见了你就知道了。你不说我不见。前几次给你介绍的你都看不中，这一次啊，我托人给你找了个挺不错的。哎，你别走啊！再次告诉你，我是有老婆的人。我知道你有老婆，可是这跟没有一样啊。反正我不见。这可是你爸爸关照的，走，听话，乖。哎，乖！哎，这是我儿子阿谭。是。这位是柳小姐，柳树的柳。哎。坐，请坐，请坐。啊，请坐。好好，吃点东西吧。没想到你们家少爷这么老实啊。哎，怎么样？太瘦了。你再仔细看看。太瘦了。太瘦了。哼。实在太瘦了。嗯。嗯，看，哎，哦，对不起，实在瘦了点儿。哎，你儿子脑子有毛病？你，哼，我儿子什么病也没有。你确实是瘦了一点儿，哼。谈谈这次你去大陆的情况怎么样？海英，阿谭哥，哎，等得我好苦啊！情况怎么样？走到我房里去谈。爸，您也在啊？废话。海英，你谈吧。恩师，要是能直接从大陆订货，那就好了。现在这办的货还都在香港，这是样品。嗯，大陆货，地道的大陆货。啊，正宗的当归啊，闻闻味儿，都能治好病啊。这批货我包了。哎，恩师，好几家药店都已经订货了。我全包了，爸。生意上的事儿由我跟海英来谈吧。啊，走。三十年了，海英，要是你不答应，就滚出去。嗯？嗯？哎，坐。好好好。快告诉我，这次在福建老家见到我的妻子秀云了没有？事情是这样的，我……妈，我……对不起，太紧张了。
哎，抽烟呢？啊，好好好。这次我绕道从香港到大陆，先到了云南、贵州、四川，还到了新疆。哎呀，谁让你说新疆？快说福建。好，到了福建老家。哎呀，抽什么烟呢？快说吧。在福建老家，我见到了秀云嫂子。他现在几个人过？几个人？什么意思啊？就说他有没有再嫁人？没有，跟你一样，30年来他一直一个人过呀。我知道他肯定不会。阿腾哥，秀云嫂子还问了好多话，咱们坐下来说啊。快说吧。啊，嫂子问我，阿谭在台湾结婚了没有？你怎么说？我说阿谭哥看是看了不少女孩子，就是没有一个合适的。你怎么可以那么说话呀？实事求是嘛，你不是老说人家太瘦太瘦？我是没办法。你跟你开玩笑。哎，你急什么你啊？凭我们俩的关系，你就是再讨两个老婆，我也不会告诉秀云嫂子的。说正经的，嫂子要我告诉你，她一直想你，等你，连做梦都想和你见面。我也一样。这是秀云嫂子让我带给你的。嗯，这手山玉环是结婚的时候送给她的。阿腾哥，你不要太激动，你这么容易激动，我还有一件东西就不敢给你看了。哎，什么？快给我。我怕你看了会激动得晕过去的。不会，我从来不会晕的。快给我。那行，你把眼睛闭起来。没这个必要。要看就得听话。好好好。哎，这就对了。给。这什么？秀云嫂子的照片，前几天嫂子特意为你去照的。哦，她是胖了还是瘦了？你自己看呐。我怕认不出来了。你这么闭着眼睛永远也认不出来呀。哦。嗯，这哪是照片？你拿反了。这样。哎，秀云，秀云，秀云。阿腾哥，你别这样，别。秀云，秀云，秀云，秀。阿腾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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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秀云，我是海英啊。阿腾哥，你不说你从来没晕倒过吗？我以前是从来没有晕倒过。连你也有白头发了。(笑)你快，你快！
喂，是我。谁呀、啊？我的天，深更半夜的。是你的宝贝表哥，啊？我现在都已经睡了，明天再说吧。不行，半小时以后在海边等你。如果你不来，那从此以后就别见面了。哎，不讲道理，跟他老子一样，深更半夜让我到海边去等他。就去吧，就去吧。哼，真是。哎呀，那是我的裤子。你，谁发明的裤子，连男女都不分。表哥，你们俩半夜还在一起啊？他睡在我家，还没结婚就，可你也没必要把他带来呀、啊。他一定要跟我来啊！这么晚了，他一个人出来，我不放心，怕我把他吃了。现在让我怎么说呢？表哥，你说吧，是为嫂子的事吧？我不是让你保密吗？他敢对我保密？表哥，你放心吧，我不会告诉姨父姨妈的。海英，帮个忙，让我跟你嫂子见面。什么什么？深更半夜的，你在说梦话？表哥，这风大，到车上去说吧。要不跟我一样，先申请去香港办货，然后绕到大陆。不行，爸爸不准我离开台湾，一提出申请，他就会知道。那我就无能为力。无论如何，想个办法。不行，干什么？不行也得行，我们是结发夫妻，感情好的就像秤杆跟秤砣一样分不开。我也不是修秤的。你这个冷血动物，你怎么把钥匙丢出去了？我警告你，你要再说一个不字，我就跟你绝交。哼，表哥跟你绝交，我也跟你绝交。你们这一家人都不讲道理。好啊，哎呦，没有我们这一家就没有你的今天。怎么样，表哥求你的事儿？我愿效犬马之劳。哎，表哥，你下车找钥匙。总经理，请你过目。你看得我脸红心跳，梦。阿丹哥，有办法了。说，请您回避一下。我想来想去，只有一个办法：偷渡。偷渡啊！让我游过台湾海峡。不，先用船送靠近对岸的时候让你下水。我不会游泳，一下水还不淹死？你怎么想出这种害人主意啊？那你就坐飞机去吧。哎，坐飞机好。遗憾是台湾和大陆的航班还没通。你呀、啊，又想治病又怕药苦，我看你这秤砣呀、啊，永远见不着秤杆了。好，游过去。
没问题，来了，哼，来了，这个就是船老板，大家叫他大胡子中尉，这个就是托我办事的人。你好，你好，这可是件冒险的事儿。对，冒险，弄不好会送命的。对，送命啊，不，我的意思说不怕送命。会游泳吗？正在学。这上面必须用品你能办到吗？能办到。什么时候开船我通知你。好，请你多多关照啊。再见。再见。再见。这人很干脆，叫什么呢？大胡子中尉，当过兵。你们两位想要些什么呀？快走快走。别急呀、啊。海英。晚一会儿吧。海英来。我就来啊。我这位朋友从来没来过酒吧。我就把他交给你了。哎。阿丹哥去去就来，拜拜。来吧。想要点什么？随便。白兰地。随便。不想给我来点什么吗？随便吧。我要威士忌。随便。等着我，马上就来啊。表哥，你这样太感动人了，要是秀云嫂子知道了怎么样？她一定会紧紧地拥抱你的。你嫂子不像你啊。难说，女人的心都一样。刚才姨父姨妈给了我个差事，要我帮你找个女孩子。姨妈说了你喜欢胖的，我来问你，你是喜欢一般胖的呢，还是比较胖的，或者很胖的，或者像姨妈那么胖？哎，这样吧，我把所有的胖的都给你找来，你挑一个，怎么样？看你说的。啊，放心吧，我不会站在他们一边的。哎呦，今天的成绩不错嘛，喝了多少水？加起来一脸盆。我跟你说，要学会游泳，就不要怕喝水，尤其是闷水，一口气憋得越长越好。怎么样，表妹，帮我卡时间。好，来，预备，开始。一秒，两秒，三秒。表哥，哎，表哥，
少爷，老爷喊你呢。哎，谁让你老捉弄人的？哎呦，我给你找个瘦老太婆。爸，您叫我。嗯，今天天不热呀，你怎么满头大汗？因为可能内热。内热不会出汗，这是盗汗，结了婚就好了。我让你表妹再给你找一个。爸，这……你听我说，秀云确实是个好孩子，我常常想念她。不过眼前要紧的是施家要传宗接代。爸，这……你听我说，今年娶媳妇儿，明年生儿子。爸，这……别说了，照我的话去办，现在给我滚出去。爸，滚出去。爸，你给我滚出去。爸，滚出去。好了，谢谢。能教教我吗？哼，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就这两下吗？神经病。哎，你到水里我给你照一张。不行，下水我就没命。嗨，没事，有我呢。来来来，我害怕。哎呀，到水里照一张嘛，没事的。我不。哎，你这人怎么搞的你？啊？这个。救命啊！不要怕，我来了。不要怕，不要。救命啊！哎呀，他们喝了不少水啊。没事，那么多水喝不完的。干什么？我在学游泳啊。你们这是干什么呀？啊，我在学游泳啊。你们这是干什么？我在学游泳。学游泳应该到浴缸里去学。浴缸里我就学过了。来来来来。哎，怎么回事？这个人神经病。嗯，神经病，请你出去。
我是买票进来的。那请你先买票去医院检查一下。没教养，我是私人药材行的总经理。那我就是总统，请出去，总经理先生。我不出去，总统先生。你给我出去！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给我出去！我你吓我！下去。叔叔，快跑！他们来抓你了。往哪里跑？抓住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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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哎呀！抓住他！抓住他！抓住他！哎呦！往哪里跑？抓住他！抓住他！抓住他！哎呀！对不起，混账！我什么都没看见，真的，我什么都没看见啊！我没看见呐！我真的，我什么都没看见呐！站住！我没看见！我不是神经病！我不是神经病！我不是神经病！来的人都这么说。你现在需要安静。你听我说，太太。不是太太，是小姐。想不到病人就是施老先生的儿子。院长先生，我儿子从来没有这种病，诊断是否有错？施老先生，请看病历。不可能，我们家从来没有这种病例。表哥，表哥，下去。表哥，你。这位太太，哦不不，小姐，给我打了一针，让我安静。我不是神经病，他硬说我是神经病。现在这个样子有点像神经病了。施老先生，你看，是打针打的，我带他回去。好，悉听尊便。不过我得告诉你，他刚才还打了人，还闯了女更衣室。可我什么都没看见，爸爸，真的，我什么都没看见。哥，你别哭，没看见。办出院手续。院长，据观察，这位病人是暴力型的。什么暴力型的？神经病！别理他。去办出院手续。好吧。走错了。错了。看他这样子恍恍惚惚的，真有点像那种病啊。吃了他们的药，打了他们的针，个个都是这样，药性过了就好了。我总觉得阿谭是存心的，我让他结婚，他就跟我耍这种把戏。实在商量不通，我就硬做主张了。你别逼得太急了，他的脾气很犟，这我知道。我的脾气比他还犟，这你也知道。
请进。好点了吗？好多了。嗯。给。哎。什么？让你挑一个。爸。听我说，挑一个，十天之内结婚。太随便了，没见过一次面就……见面？嗨，哪次见面你是认真的？不是太胖了，就是太瘦了，净捣乱。这次由不得你了，十天之内结婚，明年开始升个姓施的小总经理。又不是鸡下蛋，说的那么轻巧。嗯，你说什么？没说什么。挑？不挑。你挑不挑？不挑。哪有这样逼儿子成亲的？你不挑，我挑。你，就这个。嗯，我不要。你挑，那你就自己要吧。你好，你看我怎么教训你。坐下。爸爸，你听我说，不是我要违背您的旨意，你听我说，为了祖传的医道和家产，您想有个孙子，用你的话说，想要个姓施的小总经理，这我完全理解。其实我也很想有个儿子，我相信我自己是能生儿子的，这也是很简单的事儿。问题是我现在我在台湾，秀云在大陆，你让我们怎么给你是个姓施的小总经理呀、爸爸？你听我说，我和秀云从小青梅竹马，俩小无猜，感情好的就像秤杆跟秤砣一样分不开。当时你也说秀云人好心好，就让我们16岁就成了亲。爸爸，当时我是多么的感激你呀、婚后他对我好，对你们俩老也很孝顺呢、他可从来没有做过一件对不起你们俩老的事啊。今天你怎能忍心让我背着他另娶二房呢？爸爸，这样的事可是天地难容啊。爸爸，你听我说，我怨你啊，我好怨你啊。30年前你就不该把我拉到台湾来做生意，是你让我打了30年的光棍。爸爸，你知道吗，世界上再也没有什么比打30年光棍更苦的了。跪下。你敢怨我？哼！你怨我，我怨谁呀？你怨我，我怨谁呀？爸爸。爸爸要我3个里边挑一个，10天之内就结婚。我看看。嗯，都不错嘛。嗯，不过都太胖了。来，阿兰哥，我帮你挑一个。我3个都不要。义父会放过你吗？我另选了一个。啊？谁呀？表妹，你。为了父母亲的身体情况，我考虑再三，只有这么个办法了。你别开玩笑啊。不是开玩笑，是真的。今天来就是跟你们商量这事儿啊。怎么一大早你就是为了谈这事儿啊？嗯，阿谭哥，你是知道的，我们俩虽然没有正式结婚，可是等手头稍微宽裕一点，我们就要办婚事。你先听我说，帮个忙吧。这忙你叫我怎么帮啊？真是。先让表哥说嘛。表哥，别理他。说吧。
海英，我的意思先借一借嘛。啊，借什么？借什么不行？有借这个的吗？我是想梦梦他们俩老人家，让他们相信我跟表妹已经好上了，就不会再找我麻烦了。阿腾哥，啊，你这个办法倒是不错，不过是不是问别人去借？我见了陌生女人就害怕，表妹是我看着她长大的，我求求你们可怜可怜我，借一借吧。啊，我好，表哥，我愿意借。哎，你这，我就这么个表哥，我不帮谁帮？好，海英，那你呢？他自己都愿意，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好极了，谢谢你们，干杯啊！来，干杯！干杯！不过你放心，是假的啊！姨父姨妈，这三张照片是什么意思？让你表哥挑一个。哼，我看没这个必要。对他很有必要。你怎么了？你们以为他们三个都比我好吗？这是什么意思啊？我和表哥已经好了两年多了，只是没有公开。表哥，你说呀。哦，对，已经两年零一个月了。姨妈，其实这事儿也得怪我，没有最后拿定主意。今天见了三张照片，我不能不说了。你说呢？对，怪我，是我不让他说的。你为什么不让他说呀？我是想让父母亲突然的高兴一下。是这样的，姨父。这是真的。真的，不信你去问海英。啊，他们俩不是，不是。假的。是，我一直以为你和海英是一对儿，俩人同进同出的。哎呀，姨妈，那是海英她喜欢跟着我，再说我也想蒙蒙你们两位老人家呀。表哥，你说呢？对对，主要是想让父母亲突然高兴一下。是呀。哎，你看阿谭怎么满头大汗的？哟，表哥，看把你紧张的。憋了两年多了嘛，主要是想让父母亲突然高兴一下。看你表哥这副傻样。我就喜欢表哥这傻样。哎。表哥表妹亲上加亲。碧莲，你表哥就是岁数大了点儿，可人还是挺老实的。姨妈，现在老夫少妻多的是，再说表哥在我眼里还是很迷人的，年岁大会疼我。行了，意思意思可以了啊。哎呦，阿谭，你呀早就该把这件事情告诉我们了，也可免去一场争吵。对，主要是想让父母突然高兴一下啊。姨父。阿谭，你要好自为之，别辜负了碧莲的一番情意。姨父，
表哥不会的，哦。啊，不会，绝对不会。还有生意上的事。哎呀，谈这些干什么？阿谭，陪你表妹出去玩玩。哎，哎，表哥，说好了请我吃饭的哦，走。走，姨父姨妈再见。去吧去吧，再见。哎，你跟去干什么？嘿，我陪陪姨父姨妈啊。对，海英呐，今后你就别老夹在他们中间了啊。可是我。表哥，游泳学的怎么样？差远了。以后我教你。好啊。嗯。什么？秀云嫂子的照片。嗯。下面我再为大家演唱一首《别也难》。我还没见过嫂子呢，表哥，别说你了，连我都想见见她。相见时难，别也难，东风无力白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难去成灰泪始干，泪始干。啊，相见难，啊，别也难，去成灰泪。我想嫂子在大陆一定跟你一样，连做梦都在想你。30年了，看来还得等啊，等的滋味表妹你知道吗？难受啊。表妹，啊，相见难，啊，别也难，蜡炬成灰泪始干。哎呦，哎，来，快，好，好，啊，啊，哈哈。怎么样啊？怎么样？好多了，就是样子太难看，嗯，像只大螃蟹。管它什么样，啊，只要游过去就可以了。啊，再来一遍。哎，游。哎。不，对不起，把你撞疼了。啊，表哥，你没撞疼吧？啊？他没事儿，我更没事儿了。再游。哎。
是我也得学。哎呀，这个学了没用。哎，肯定有用。嗯。哎，表哥，这样美吗？美极了。你的表情高兴点。哦。怎么了？那人又来了。谁呀？哎，你们又来照相？上次照的全报销了。上次实在抱歉。没关系，你也不是故意的。哎，你快请吧。啊，再见。哎，我去跳水。啊，快请吧，快请吧。哎，表哥，表哥，你别跳啊！没事儿。哎，哎，哎呀，哎，你看，你看，那个人又来了。哎，他还会跳水呢。恭喜恭喜啊！谁啊？站长啊！站长，你看，今天最好的生日啊！谢谢各位光临。欢迎啊！哦，李先生，好像到了福建老家一样啊！家父八十大庆，说要搞得隆重点嘛。啊，你这身衣服也是家父的意思。啊，谢谢光临，谢谢光临。你好，你好，你好，谢谢各位。谢谢诸位，谢谢。谢谢谢谢老太爷，恭喜恭喜老太爷，老太爷恭喜恭喜恭喜了。哎，啊，欢迎诸位光临，谢谢谢谢。碧莲，阿谭呢？阿谭哥，啊，姨妈，你等会儿，我去找。哎，谢谢谢谢。表哥，你一个人在这儿干嘛？我害怕这种场面，越是热闹，我越感觉到孤独。阿谭哥，真是有情有义。你什么时候学会偷听的？表哥，姨妈在等你呢，下去吧。嗯，你呀，我怎么了？我叫啊，我叫他什么？叫太爷爷，给太爷爷拜寿。哎，起来，起来。这是我孙子。哦，好福气呀。啊，托老师师母的福。给。谢谢太奶奶。哦，乖。给太爷爷拜寿。给，好乖。谢谢太奶奶，谢谢太奶奶，谢谢太奶奶。快点，请让一下。我儿子阿谭和外甥女儿碧莲，他们恋爱已经2年零1个月了。不久将要请大家来喝喜酒。啊，婚期定在8月15。表哥，阿谭，阿谭，怎么样啊？他是听说要结婚，兴奋过头了，很快会好的。义父，那海音呢？他好像没必要这么兴奋嘛。好，走吧，让他们歇歇。我真混账，当初怎么会答应你这种混账主意？我这大方的实在没名，谁知道会发展到这种地步？我早知道会有这种下场。哎呀，别吵了，吵什么吵？都怪那个老头子，想小总经理想疯了。还是想想办法吧。事到如今，还有什么办法可想？实在没办法，先拜了堂再说。什么什么？拜了堂再说？拜了堂还有什么可说的？那是假的。假的，假的比真的更揪心。那怎么办？哎，我有个好主意。你好点了吗？好多了。你好得更快，都站起来了。你呀，比阿谭还兴奋。他们俩结婚，我能不兴奋？好好好，阿谭，
考虑到你的健康状况，我想将你的婚期改一下，把大喜之日提前一星期。啊，哎呀，你们就不能控制一下自己的情绪吗？乖，太爷爷，好，恭喜恭喜，您也来了，谢谢，恭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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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吼，您来了，今天请您主婚，你好，请你主婚，好，来来来来来来来，坐这，你好，来来，咱们一块坐了，啊，别客气，你可多吃点啊，您都在忙些什么呀？坐点轻衣裳，你看这个，这伺候的真漂亮，真是的，他们是表兄妹，表兄妹结婚不要紧，你什么时候办？嘿，这个畜生，临阵脱逃，快给我找回来！老爷，您的信不看，是少爷写的。父母亲大人，不孝儿今日出走，实在是无可奈何。儿子心中只有秀云一人，天下其余女子都不能成为配偶，请父母宽容。海英师弟手头拮据，一时难与表妹完婚，如能将今日婚礼成全他俩，我们三人将感激不尽。而阿谭磕头再拜。恩师，云布，恩师，云布，你父怎么了？云布怎么了？说吗？我们见过面呢，啊？你也回大陆去？你回去找谁呀？找我妈。水很凉，当心点。哎，怎么样？现在改变主意还来得及？没这个必要吧？好，记住，七天之后我在这儿等你。哎。假如七天之后我不回来的话，请你转告我父母亲，就说我死了。妈，我回来
动。啊！怎么可能呢？从哪来？台湾。这是第几次？第一次。什么任务？任务？请问这任务是什么意思？问你是干什么的？有事儿啊。有任务，有很重要的任务。什么任务？找人。找谁？找这不能说。哼，这是什么？怕他不认识我，见面时候用的。他是谁？我不说。你很不老实。我不老实？你太不了解我了。我这人老实不老实，你可以到台湾去打听打听。那你快说，他是谁？不说，我不能连累他。顽固到底，死路一条。死？死也不会说。你这次准备待多久啊？啊，见了面再说，一切听他的。他要我走我就走，他要我留我就留。你怎么回去呢？有人会来接的。是谁？大胡子中尉。什么时候？七天之后。在什么地方？这不能说。小王，就到这儿吧。你好好想想吧。是。哎，老张，这人有些特别，不像是走私的，也不像特务。放了他。放了他？看看他到底是什么任务。哼。警察先生，警察先生，我要上厕所。警察先生，我要上厕所。哎呦！哎呦！哎呀！哎，就。一碗汤来，一碗汤。哎，给我来一碗。哎，好嘞。
警察先生，警察先生，我要上厕所。警察先生，我要上。同志，你买什么药？我要买药啊。听不懂。我要。我听不懂。我想要买中药。买什么药？你们这儿的药每味三钱。好的。2000多种药每味3000，同志，治什么病啊？这你不知道。我告诉你吧，治思乡病。拜拜。我喜欢老中医施仁甫。哦，施家呀。嗯，就是这一家，这一家。谢谢。你。
过来。我害怕。哎，阿谭。哎，不可以这样，不可以这样的。为什么不可以？为什么不可以？我不习惯了，三十年了，从来没人这样拥抱过我。我的阿谭，哎，秀云，别让我太兴奋了啊，我会晕过去的，晕过去。你怎么会得这种毛病？想你想的。你看衣服都弄脏了，在我身边还怕没人洗呀？就是嘛。给。秀云，我饿。哦，想吃点什么？你做的我都爱吃。哎，等着啊。哎。妈。吃吧。我走后，妈的病一直没好过。在床上躺了18年。我有愧啊。别那么说，你也没办法。哎，吃啊。哎。婆婆身体好吗？都很好，就是爸爸脾气越来越坏，经常骂我。那你就让着点儿。前几天还打我。给爸爸打不丢脸，不听话我也要打。我愿意给你打。哎，疼吗？最好每天那么打我。我冷。我给你拿衣服去。哎，哎，多吃点啊。哎。阿谭。哎。来，穿上。哎。哎，怎么让我穿这个你？哎呀，晚上又没人看见，明天给你买新的。好吧。过来。喜欢的阿谭看你来了，妈，原谅我。哎，这怎么过？我背你过去。哎，来呀！那不行，来呀！
小青啊，别像上次那样把我给摔了。摔摔不挺好吗？放我下来。急什么？再背会儿马。来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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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还背着呢你懂什么三十年了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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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吧你刚才在菩萨面前念什么经啊跟他商量个事儿什么事儿不好意思说到底什么事儿啊真不好意思说嘛那你就别说了啊我说其实这事儿还得请你多帮忙到底什么事儿啊嗯爸爸想要个小总经理想要个什么小总经理啊哦爸爸想要个孙子好的真不好意思这什么不好意思的光明正大嘛哎轻点让人家听见多不好意思已经有人听见了谁呀、啊、嗯啊就是说给他听的这事还得请他多帮忙呢麒麟送子嘛老家您说的快点啊谢谢谢谢想吃点什么看看四个大的嗯两个大的好哎两个大的我看看药那我先回家哎哎早点回来啊哎当心点他还没回来好他来了他回来了哎哎阿才你别跑阿才你别跑啊在车里啊快停车快停车哎呀对不起有人要抓我帮帮忙带我一段路啊哎你好辛苦了我来了一共是五个你验收一下哎好好五个谢谢啊五个一二三四五六哎你这个人怎么连五和六都分不清呢明明是六个怎么执行怎么会呢来来来你来你来喏一二三四五五四三二一你这个人怎么五和六都分不清、阿谭你别跑了我干嘛不跑啊我哎哎阿谭阿谭你别跑啊阿谭秀玉你在这守着我进去追他啊
哎呦，哦，对不起。小雨，你到那边找，哎，我到那边去。好，快去找吧。阿谭，阿谭，阿谭，阿谭。菩萨，帮我找到阿谭。阿谭，阿谭，秀云，阿谭，哎，你在哪儿啊？我在这儿。你出来。我不出来。为什么？我害怕。哎呀，怕什么呀？警察，他是来抓我的。不是的。是的，我已经给他抓过一次了，是我自己逃出来的。要是再给他抓去，我就没命了。那你要躲到什么时候？晚上。好，那我就等到晚上。秀云，你回去吧，你身体要保重。今天晚上我就要回台湾去了。什么？你又要回去了？今天是第七天了，大胡子中尉来接我，我不走会连累你的。秀云，我们就在这儿告别吧。不，不，阿谭。秀云，找到了。找？我找不到。你别急，我已经派人把门守住了，他跑不了的。哎，老张，我有一些事要问你，你要老老实实对他说。他？谁啊？我指的是他。啊？你今天为什么到我们家来？我是来看阿谭的呀。不，你是来抓他的。怎么可能呢？你已经抓过他一次了，对不对啊，菩萨？那是误会，后来马上把他放了嘛。不是，他自己逃跑的。我们不放他能跑得了吗？我清清楚楚地看见他上厕所回来，又假装上厕所，走到大门口出溜一下子溜走了。是不是啊，菩萨？老张，事情解决了，回去吧。哎，不行，算了，不管他了，回去吃饭吧。啊，不不不不不，菩萨，你不饿我可饿了。再见。我也饿了。嗯，你那比我甜。
说好了，今天谁也不准哭啊。哎，我们说点高兴的事儿吧啊。你还记得吗？小时候就在山岗上，我们做结婚拜堂的游戏，没想到后来真的成了一对儿了。但结婚不到半年就分手了，这一分手就是30年。哎，别哭别哭别哭，30年后我们不是又见面了吗？啊，当时我突然站在你面前，你怎么想的？我以为你是个坏蛋。哪有那么好的坏蛋。哎，别哭别哭，说好了不哭，你看我就不。哎哎哎，我不让你走啊，他。我也不想走。张先生，请您往回开。往回开，往回开。算了，管不了那么多了。你还是回去吧。不回去。30年前，我妈病重，你让我留下照顾她。现在，我也不能丢下公公婆婆不管。老张，啊，请往回开。好。不行，我陪他们30年了，这回应该陪你30年。张先生，啊，请往回开。好。阿谭，我还能等。公公婆婆年纪大了。什么时候到的？半个小时以前刚到。哎呀，我累坏了。快坐快坐。来来来，坐下。请您回避一下。坐这儿。这次去老家见到嫂子没有？见到了，她托我带件东西给你。快给我。在我这儿。
表哥，别太兴奋了。哎，两年没见了，表哥，想笑就笑，想哭就哭，这样要憋出病来的。方小姐，通知下去，凡是在我市政药行工作的，一律蒸发。一个月薪金，这照我的话办了。哎，是。表妹，我有个儿子，你要生个女儿，咱们盼亲家怎么样？啊，不怕他们夫妻分居两岸？哎，我都能团圆，何况他们呢？分久必合嘛。啊，听说近亲结婚生下来的孩子可能是傻瓜。哎呀，再傻也傻不过表哥呀。我傻？傻瓜能生这么好的儿子？左，左，右，右，哎呀！我说你怎么老记不住啊？哎呀，真是的！儿子，让爸爸亲一下。他在跟谁说话？屋里没别人呢。儿子，让爸爸亲亲你的小屁股。哎，儿子，你的小屁股真香啊。看来精神病院院长的话是对的。啊，发错了。儿子，爸爸上班去了啊，拜拜。秀云，拜拜。哒哩哒哩哒哩哒哪得？哪得哪得得得。你看看。啊。这。这是，这怎么回事啊？发作了！哎呀，啊，你快来看呐！啊，这是谁呀？好像是秀云。那这小子呢？这，反正他不姓施。这照片是哪儿来的呀？对，海音的肯定知道。我不怕他不说。妈。哼。爸。跪下。在祖宗面前跪下。哎。我问你，你结婚那天啊，不，海英结婚那天你上哪儿去了？上哪儿去了？海英全都说了。回福建老家了。怎么过去的？游。哎呀，你不要命了？你没死，不是你命大，那是祖宗积德。阿谭大难不死，还给施家添了个儿子，多谢老祖宗保佑。快磕头。哎呀，行了，哎，快坐。
是我的。谁说是你的？是我的。你怎么不讲道理呀？不讲道理就不讲道理。嘿嘿。哎哎，阿谭，别追！哎呀，当心，别把老头子摔倒了。哎呀！